需要看向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。可私聊老师，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男人的眼球体突出的明显，而且眼皮子比较单薄，则这样的男人天生的眼皮子薄，势利眼，眼里只有有钱人，为人城府比较深，尖酸刻薄，只能使他们沾光，占别人的便宜，别人别想能够占他们光加一头。而且这样的男人脾气性格比较粗暴，越是身边的人就越容易使坏，绝对不可以深交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